你们怎么一个个都这么无精打采的？请问四位需要点些什么呢？酒。好，请稍等。珊珊，你不是不能喝酒吗？喂，这样不行啊，不过是作战失败而已嘛，怎么就这样一蹶不振了呢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是因为那个漂亮女生吗？漂亮，简直就是个 ET 吧。你是没有看到今天那个母猴子把我们当猴子一样耍，这像话吗？可是你们为什么要为了当名词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啊？因为你啊，你白痴啊。阿斯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悔婚都有可能，我们这样一心的帮你，你却只想着放弃，你知道阿斯有多难过吗？对了，那天下雨，阿瑟怎么一个人浑身湿透回来？到底发生什么了？我跟他说，让他好好跟小子交往，还说他和小子比较般配。你怎么能这么说？你有考虑过阿瑟的感受吗？那你们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他们家已经是那样，没法改变了。他妈妈还跑到我家来威胁我，拿着500万让我跟他分手。你们有受到过这样的侮辱吗？500万，你收了吗？当然没有了。你可以跟阿四说啊，你不说他怎么知道呢？你们不要再说我了，董明峰是他亲妈，我能怎么办？我要怎么做你们才会满意吗？好了好了，我们不说了还不行吗？好了，我知道你有你的苦衷。来，我们敬百折不挠的董山菜小姐。来，喂，干杯。没做客就算了，你这一杯倒的跟别人干什么杯？少废话，来，干杯，干杯。